哎，大家好。嗨，哎，很高兴今天大家这么多人来听我们的音乐会。哎，其实这场音乐会，其实主要是我们那时候，组了一个铜管八重奏，然后当然练完就常常就想，哎，我们练这么多曲子，是不是要来办一个有趣的音乐会？然后就是我们就找弄那弄那弄那，然后反正。最后我们就跟周子阳老师提出我们这个想法，然后说哦好啊，然后就把我们借到这个这么棒的场地，然后反正这么多人有点让我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刚才的开场影片应该还开心吧？效果够吗？好，有点尴尬，好，对不起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第二首。我们就叫三情景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